不好意思哈，打扰你们。兄弟们哈，你们接着整啊，我这就走。能动手尽量别吵啊，不是，能吵吵尽量别动手，都是同学啊。中间那小子，我这有纸，你擦一擦啊。臭小子，你让他给我下来啊！熄火了，不好。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不是很能跑吗？我跑累了，上个厕所不行啊？敢这么嚣张！导游给你想上厕所，干嘛？小子，上厕所不行？困哪里了？你这孩子咋说话呢？你不学生吗？学生就好好学习，别搁这唠社会嗑啊！再说一次试试看，咋的？想咳一下子？这么多人啊，你在那边干什么？没有，主任，我们开社团会议了。到厕所开会啊？你们口味挺重的嘛。你就是新来的转学生吧？哎呀，您是训导主任吧？嗯。哎呀，您这大名啊，真是如雷贯耳。我叫王虎，沈阳来的。没想到咱们第一次见面，这搁这么个地方哈。嗯，那你跟他们在这边干什么？啊，他们可能是因为我是新来的，欢迎我，太热情了。尤其是前面这几个小子，那家伙开联欢会欢迎我。哦，是这个样子。啊，既然你是新转来的学生，我先提醒一下，如果你想在那边好好学习，离这些人远一点，让开。哎，贾主任，我觉得您吧特别亲切，是吗？是的，特别像我姥爷。真的，我姥爷前几年啊，那个身体不行，然后辞掉这，走了，没好戏看了。安先生。虎哥，你是第一个想要和我组社团的人啊！嗨，这有啥的？走吧，兄弟。咋了？有事儿啊？新来的，那杯奶茶倒在我头上的账我还没跟你算，你别忘了。嗨，多大点事儿啊？不就是一杯奶茶惹的祸吗？哎，干什么玩意儿？别拿鼻孔对着我啊！听说你很秋嘛，刚一来就踩了全部的社，接下来是要到我们柔道社。不过不好意思，我们社团不是你随随便便就可以挑战的，你最好给我小心，不要得意的太早。想在这里立足，那先问我张文峰同不同意。你从哪里，有什么背景都不关我的事。总之。你要点我，你有灾戏呀！干，叫人啊！哎，兄弟，咋的了？你现在没啥事儿吧？啊，来，你把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。你搞什么花样？你最好不要不把我话当作回事。通常请教别人的时候一次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玩意儿就是那味儿，太对了吧？哎，这不就是那老洋芋吗？是啊，一模一样的。那边说的，你这么好提起来，可不咋的。哎呀妈呀，可不咋的。我跟你说，我找了好几个小伙，就这小伙这范儿甩的是最正的啊！哎，再给我们来一段呗，就那个道明寺的经典台词：如果道歉有用的话，要警察干啥？来来来来。这是王八蛋，告状的话就给他投诉来处啊！希望注意试试看啊！哎，这正好，这跟那个道明寺一样啊！这跟那偶像剧一样。
你闹够了没有啊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们塑料片粤语你就别往上懂了啊！哎，哎，我跟你说，过两天啊，我再给你们找一个好看小姑娘。这边小姑娘说话老嗲，这家伙七八个假号呢。哎，峰哥，我们好像被羞辱了。峰哥，我还叫人吗？喂，东北的，明天的事你准备好了没有？明天你也去啊？哎呀，我还寻思这种事儿你愿意参加呢。废话，我当然要去啊。去就去呗，你嚷嚷什么玩意儿？东西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什么？你妈呀，空手去啊？东北的，告诉你，明天不管你带什么，我就只带这一双鞋。抠搜去，还这么理直气壮。再给我来一块儿。东北的，你给我等着。听到这门风又响，就刀啦！我哋快啲去睇火。哇！听到这门风又缺刀咯喎，这门风好靓仔啊！边个同边个要缺刀啊？一个。中间那小子，是不是啊？就这小伙子范儿甩的是最正的啊！我们好像被羞辱了。我们是不是被犯规了？他明显就是背而来的，觉得你又被他羞辱了。明天不管你带什么，我就只带这一双鞋。他这样说好帅呀、啊！对啊，他怎么这么帅、啊？如果他当我的母就好了。那里有花生瓜子爆米花啊，看热闹，看比赛必备的。购买我的套餐还可以赠送张文峰必胜的周边。哇，那好，必须要来一个，两个。同学，看你骨骼惊奇，双目有神，一身横裂的筋骨，是个练柔道的奇才。有没有兴趣加入柔道社啊？像这么大规模的仗，我至今都是只见过一次，那还是我刚入学的时候。你们这些一年级的现在就可以亲眼见证了，真的算得上是幸运。说得对，你们要知道炸门风的实力大家是有目共睹，不得不承认，在这所学校弹跳来说的话，他跟我是一样一流的水平啊，敢跟他挑战的人一定不简单。那个东北虎
不可小看的。哎呀，这句话你倒是说对了，这个家伙绝对不简单，将目标直接对准了游大社的主将张文峰，正所谓弯弓当弯桥，弓箭当弄潮，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。毕竟我们对那个家伙都不了解，深不可测。哎，这么大的场面，居然能够稳如泰山，直到现在都还没有现身，有意思。这势必是一场难解难分的恶战。哎，是真的吗？真的有人敢惹张文峰吗？听说就是那个新来的东北转校生，这个人刚来学校就把张文峰给得罪，怕惹张文峰，怕今天得出点事哦。哇，好犀利哦，说不定今天能赢。哇，咁犀利，快走快走，留个位置。对不起，留过来。哎，几点啊？喂，搞什么搞啊？到底还打不打？打呀！打打打打！小蔡，确定你的战术都递到黄虎面前了？我给了呀。当着这么多同学的面，不能再次被羞辱的话，我会把王虎给杀了。啊！等阵啦，同我绑个鞋带先。快啲啦！以张文峰嘅实力，打败个白痴好快咋？呢场比赛好快结束，迟啲就睇唔到噶啦。好啦好啦，就系知张文峰，话唔定去到发现系个白痴人咗咧。边有可能有人打得过我嘅阿峰？哎呀，搁这吵吵啥玩意儿呢？还让不让睡觉了？跟着记个浪，记个浪，记个浪。不好意思，我们是去道馆看决斗啦。决斗？看热闹去啊？你等会儿，等会儿。搁哪呀？带我一起去呗。你睇，最衰都系你啦，啲靓位都被霸晒啦。唔算啦，睇都睇唔到。你俩说啥呢？我们说这里太多人，没有位置看呢。嗨，这么点小事算啥呀？跟我走，带俩夹个三儿啊。兄弟，借个光啊！兄弟，往后稍一稍啊，照顾点女同学啊。咋样？这看热闹就得往第一排跑，这才感同身受，身临其境，是不是？哎，我去那边啊，我同学搁那边呢，拜拜了啊！来，接瓜去。夏怡，你也搁这儿呢？哎，我跟你说，看热闹你必须得来把瓜子儿，那玩意儿有用。改名啊，我再给你来点七零八针的，那玩意儿嘎嘎香。王虎，你看，王虎，你来了。不让嗑瓜子啊！你上来！我上去干啥去啊？哎，你拉我干啥？死拉我！大哥，他这台带菜刀啊！带是什么东西啊？你好意思空手，我能啥也不带呀？哎，干什么玩意儿？峰哥，是本习题几何文具。你小子耍我咋的？
你好意思不送人礼物，抠搜的，我能不送啊？啥也不是。你很嚣张啊，居然敢看不起我。战术都发了，是男人的话，这次就不要逃啊。啥战术啊？喂，你不要搞我，我亲自送给你的。啊，就你上次塞给我那个毛笔字加铅笔字那破纸啊，还战术呢？你瞅你们几个像学习的人吗？懂文言吗？狗带鸡啊，净整那洋事儿。怕就是怕，少在那边装蒜。怕？怕啥呀？你也不到辽北地区打听打听，我王虎从小到大怕过谁？我不管你从哪里，想在新华立旗，就要先过我这一关了。你是魂斗罗呀？过你这关能给我加条命啊？你一天天净想当老大，咋的？当老大高考能加十分？少废话！到底敢不敢像个男人一样应战？我来这之前答应过一个人，从此之后不再打架，不让他担心。大老爷们儿就得说话算话。大哥，他答应了谁不打架？应该是他爱的人呢。唉，女人，女人。哇，虎风花呢？真的不打架？咋的？不是说不打架吗？这算啥打架呀？这不就是你们那个柔道社的那个游戏吗？打脑袋得一分，踹屁股得两分，扭胯肘得三分吗？东北老娘们在大街上撕了，都你们这狠。光啊小啊，你看不起我们柔道社？柔道我不懂，足道我明白。咱家就是干这个。等哪天啊，我给你捏吧捏吧，捏不死你。给我撒开！我让你给我撒开！来，你再说一次试试看。想跟我动手是不是？行，今天我就陪你好好练一练。事先说明白啊，这是比赛，不是打架。屁话去！加油。帮我拿下表。奇怪，怎么还没有人来呢？颁奖，生日快乐啦！哎呀，谢谢谢谢。我是不是来早了？不会不会，刚好。哎呀！哦，佳怡，帮我看好表啊。行啊，有两下子啊，继续啊！我不死你！停！是我赢了。我跟你说一下有道规矩啊，不能用头、肘还有膝盖顶撞对方，更加不可以拉头发了。不薅头发薅哪儿啊？人黑带高手还薅右根呢。那可是空手道，这是柔道，有柔道的规则。再说人家没有扯头发呀！来来来，再来一次啊！事儿真是，等一下，那个干嘛？又出来了呢？怎么可以用武器呢？咋不能用武器呢？你没看过拳皇啊？大哥，那不是柔道，你再这样我算你输了。
你能不能一口气儿把柔道规则都给我说明白？我怎么说呀、啊？我怎么知道你下个月要干出什么？棍子给我。小怪，今天没有讲规矩，管他用什么方式，我要让你知道新华中学最强的男人是怎么用柔道打败你。你说的啊，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，什么是真正的东北男人。起来，你是厉害吗？臭不要脸的！这小子挺会说的，给你带走骨头话。起来、啊！好像这儿有蚊子叮我呀，就这么点本事啊！我呀，才刚活动开。这个王虎的力量也太可怕了吧！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风的地震被击倒。我说野事儿打架不能找家长要没面子，如果你要做不到啊，你就去老韩那个餐馆，你刷盘子去。老师来了，肯定找家长，你不怕我还怕我？爸，咱俩真是比赛，不是打架，对吧？放神经啊，放下，我自己可以跑路了。哎，行吧，别跟人扯那么多啊！你赶紧的，手伤这么重，快去医务室。放下来啊！哎呦，乖，去医务室。你左手摔得挺严重的，有可能骨折了。我建议您还是去附近的医院去拍一下 X 光片，检查一下比较好哦。啊，行，那我现在带着去啊。又跟人打架了？他怎么会来？是我呀，我让同学联系的。你说你都伤成这样了，哪能不联系家长？你最好别欺人太甚。为什么对我耍这种手段呢？我耍啥手段了？叔叔，那啥，别误会啊，咱们不是打架，咱们是柔道比赛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位同学，阿峰给你添麻烦了，你没有怎么样吧？有的话，医药费啊，我会处理。不用不用，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会负责，不需要你来操心啊。你怎么跟你爸说话呢？真没礼貌呢。叔叔啊，你这他要不是今天受伤了，我就帮你受了。好啊，还没打够的话就出去继续打。哎，打架受伤的话学校可不负责哦。没打架，别误会啊，打啥架，咱不练柔道吗？叔叔啊，那个他受伤了一会儿去医院，我带他去。我现在就是他24小时护工啊。叔叔，我先走啊。叔叔，我去护他啊。随时有需要吩咐我，我就是你的第三条腿啊！不用，
哎，你听我说啊，就咱们俩这事啊，你必须得给我兜住了。我这边情况比较复杂，我跟我爸有个约定。我跟你说，我受伤是我自己的问题，不用你负什么责任。你这话说的，哎，从此之后我就对你负责到底了。喂，哎，干嘛？听话啊，喂，抱歉啊。啥吃的没？不啊。你这有疙瘩汤吗？什么汤？什么汤都行，你给我弄点汤就行。不。啥吃都没啊。哎，我能自己进去坐吗？这家伙找你半天了，原来你搁这儿呢。你来干嘛？兄弟啊，别的我也不会做啊，这玩意儿叫疙瘩汤，我从小喝到大的，保证你喝了一口你想第二口。来来来，上次是我定的规矩，输了无论。你三番五次用这种方式羞辱我，是想让所有人看我笑话？我是不是惯你惯出毛病了？张峰，我告诉你，我从小到大没这么伺候过人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要是个东北，我一天削你八遍。来啊，削啊！谁怕谁啊？你呀、啊，你就感谢我爸吧。我要不是怕咱俩这事儿让我爸知道，我能这么伺候你？原来答应不打架的人是你爸，可不咋。万一他把咱俩这事儿告诉老师了，老师再让我爸知道，我爸能揍死我。这一天天给我烦的。少看不起我们台湾男人。赛场是赛场了，我郑慧富一向实力解决问题，就算断手断脚，我也会自己扛。你爸那边你不用担心了，等我伤好以后，我们找个地方继续比啊。不会有任何人知道，我一定会让你看到我真正的实力。你不告诉老师啊？哎呀妈，那咋不早说呢？害我费了半天劲。到底能听清楚都不重要了啊。到底在高兴什么？冯哥，他说你不重要啊。你们咋搁这儿上体育？星哥，我们每13、6、7、9都会上游泳课呢。贾布斯的什么个性装扮啊？峰哥，你看，贾布斯上游泳课穿的什么东西呀？你看还有这个哎，你是要去参加 party 哦？唐梦，人家还会吃妆哎，哎，没关系啦。哎，东北的，你会不会啊？这哪能用你？一天事儿事儿。各位同学们，今天我们很高兴来到这里上游泳课，有没有同学想示范一下如何跳水？有谁想来试试？我虎哥可以啊。你有病吗？王府同学果然做什么事都很积极，不错啊。老师啊，我今天有点不太方便。哎，王府同学，
你是不是不会游泳啊？老师，你看你这话说，我从小水池子里泡大的东北，我哪能不游泳？我人称东北龙宫大公子，沈阳水库一条街小霸王。这样哈，我今天高低给大家展示一下。我不知道你们之前学过跳水什么动作啊，我今天给大家炫一个。王府同学非常有勇气，我们给他点鼓励好不好？提升身体重心往前移，我们以前的奥运冠军也是这么跳的。老师，他好像还没有上来。北人，你不要以为笑一笑这件事情就解决了。哎呀，兄弟啊，我就不跟你扯了啊，我有点急事儿，我不也不知道做啥了。总之啊，我就给你道个歉，对不起，行了吧？你在干什么东西啊？来来来，哎，张文峰怎么来了？土豆师，叶毅，你们好好的，为什么围堵男同学啊？是你们班的好同学王虎先坏了规矩。哦，我看你又没什么能力管教好你们班的同学，我作为好朋友帮帮你也无所谓啊。下面的人犯错，你直接冲我来，直接动我们班的同学，就是不给我张文峰面。还有谁说我们是朋友？哎哎，动手。你等会儿啊，你说谁是下面的人呢？咱俩谁搁下面还不一定呢啊。你先不要讲话，乖乖在旁边待着。大门缝啊，在你用你的鼻孔看人之前，你能不能先搞清楚状况？他都已经道歉了，我们已经和解了，你在干嘛？哎，土豆师，都道歉了，走吧。来，张文峰，说谁是下边人呢？太不给我面子了吧！你为什么要道歉呢？这个男人怎么那么软弱？这样一来，那两个白痴肯定会觉得自己赢了我一把。哎呦我的妈呀！这都什么学校啊？我道个歉还不行啊？你别老总他妈上纲上线的，你真以为你是偶像剧男主角啊？王虎，你不要得意得太早。这次我肯帮你解围，是因为我要做第一个打败你的人。我们的约定，别忘。这咋喜怒这么无常呢？我是不是到了一个戏剧学院呢？就一会儿哈，就我搁中间，然后你就过来。来来来，准备好，准备好，来，都给我滚犊子！搞什么东西？
啊，把鞋给我脱了。哦，嗨，袜子用脱吧，闲人免进，出去。不是，那你不有病吗？你不让我进，让我脱鞋干什么玩意儿？咋的？学校是你家开的？我交学费了，过来玩一会儿，出出汗不行啊？你是土霸王啊？王虎，我们这里是流血流汗动真格的地方。你刚刚在做什么？因为我不知道。你少拿一些下山的骗女生的把戏在这里乱搞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这不是一起玩个游戏吗？一点幽默细胞都没有。行行行，不玩了，走了还不行吗？这真没意思，一点情绪都没有，这玩意儿一天天绷个死脸，以后啊谁跑我这来玩啊，根本都不行，完蛋玩意儿，塞烂了，根本一点发展都没有。以后比你的白痴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都给我蹲好。你们知道你们有一百了多少堂教规吗？王虎、赵永峰，你们两个人一起跑操场，我不喊停就不准停下来。跑就跑呗，多大点学校，跑两圈能咋的？气死我！这学校看着也不大呀，咋操场这么大呢？因为我们学校小，所以有任何大型活动和法跑都会和中华中学一起共用这个操场。如果你怕的话，就赶快跟贾主任认错吧。贾主任这个人吃软不吃硬。我怕啥？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咱们东北老爷们到底有多硬。好啊，那我们就趁今天这个机会来分出个上下，看谁能坚持到最后。你呀、啊、太磨叽，谁输谁是老娘们。嘿，有这个功夫还不如好好学习，头脑简单四肢发达。真的很奇怪，动不动就要比来比去的。对啊，有什么好比的啦。走吧。哦，走吧。
王虎，谢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赢了，我还没离开跑道呢，继续啊。哎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王虎，不行的话就不要硬撑啊，比一下子，看咱俩谁先到学校啊。好啊，峰哥，哎，峰哥，哎，来了，啊，哎，迟到的话。还是会被罚跑的哦。王虎那家伙，迟到迟定了。肯定的。哎呀妈呀，张文峰，快一点哦！迟到了还是会被罚跑的哦。西服开车。好像要迟到了，龙哥，你想想，一个人被罚总比三个人被罚强。小夏等你。二娇，喂，给我回来哦！是不是兄弟呀？是不是太不讲义气了？哦，好啊，要打赶快打。我想上厕所，我憋不住。我还这么拽了？打架了吧？你给你打出来！啊？干啥呢？搁这儿欺负我同学呢？哪来的勇气啊？那王虎，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，你不要搞事情了。他俩是我同学，咋没关系呢？再说了，你们这一帮人堵俩人，太狗了吧？你不要在这里哔哩吧啦。你再噼里啪啦多两句，连你一起打买。你动我一个试试，你有这实力吗？再想试试啊！我记得你好像有禁打令的吧？对呀、啊，你有禁打令啊！你想试试就试试，想动手就动手的啦。禁打令，我没有，我是三年二班新来的韩梅梅，有什么事冲我来。好可怕的女同学，我跟李岩动手，等着，我记住你。小孙，没事吧？下次推我能不能轻点？发生什么事啊，峰哥？刚才土豆丝。还有那个夜莺带一帮人过来堵我们，他说我们抢到什么人？你没受伤吧？还好，有王虎还有韩梅梅路过，我们才没事。谢了。呀，我第一次发现你这么有礼貌啊！这不是有远道而来的新同学吗？哎，我带你们去逛逛吧，来都来了。好啊。哟。我当时远道而来的时候，你咋没这么招待过我呢？哎呀，好不容易来一趟，让你逛逛啊！走吧。我上厕所。哎呀，受不了啊！哦，哎，是怎么？哎，这有我名啊！你喝了，你看，我要这个。虎虎生风后鲜奶，你干啥玩意儿？你别给我抢啊！我来，我来。峰哥帮我拿。这是这为你们打下的基础。
还有啥节目没？别告诉我这就玩完了。哼，怎么可能啊，没有体验过速度就不是青春的我。你骑的这没驾照，你骑什么？不能骑。谁告诉你我没驾照啊？我到了莲花市之后，我驾照早都考下来了。哼，今天啊，我就骑你们小屁驴子玩一圈。你慢点，等会儿我。你愣着干啥呀？追呀！最强男人，超他！是王府吗？你叫我在篮球社干嘛？他该不会加入篮球社？那就糟了。篮球社本来势力就很强，加上浩哥现在被停职了。走吧。几个大个子哥杵着干啥呢？王虎，你有兴趣做我们代理社长？啥事儿？柔道社啊。虽然技术方面你是个外行，但上次跑步你的体能勉强是认可的。我会利用所有时间把落下的课程补回来，不会耽误你太久了。我都听明白了，你就想求我办事儿呗？算是吧。哎呀，你说咱们这垃圾桶啊，离我这座太远了。我来。我自己来。可以了吗？之前不是跟我说过吗？练柔道不适合我，躺地一顿撕吧，我也不太行。那强身健体有很多种方法，我就打篮球呗。没人还能破板呢，我一会儿就来一个胯下360大力举。峰哥，要不我再去劝劝他？劝？我劝。我要杀了他！哎呀，怎么了？是不是道馆出事了？跟你们这群臭该讲啊！你们社长呢已经不在了，我劝你们呢就赶紧把这个柔道社给解散了，滚回去好好学习啊！要是不听的话，我们今天就让你们知道是你们的这身骨头硬啊，还是我们的篮球硬的啦！
哎，你们这帮篮球社的干啥呢？这是柔道社啊，把篮球鞋都脱了，要不然张峰看见又得磨磨。你来的正好啊，是不是这帮家伙？前些天不让我的 homie 王虎进来这里锻炼身体，哪一个说的？站出来！没人说是吧？是你吗？打！来！给我站上！怎么回事？哎，我看明白了啊，挺大老爷们要不要脸？趁人社长不在，跟人欺负人呢？告诉你啊，不脱鞋的都给我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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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虎！王虎！滚犊子！我现在是帮你出气啊，你不要再乱搞事啊！用得着你帮我出气啊？这事儿我就管定了。干什么？撒开！撒开！我毒大！我。哎，你过来，我不。我让你过来。不，你等着，三十有先缝啊。哎呀。学得挺快呀，但我必须得训你们两句。啥玩意儿，老爷们一点刚都没有啊！人家徐子皮啪啪对扔你们脸上，一点不反抗啊！这还绿带呀！王虎，你要去打篮球随你而便，但我绝对不允许你来道馆闹事。我闹什么事儿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一进来就搁这喊。你有什么不满冲着我来？不要趁我不在道馆来找麻烦。要不是有人告诉我道馆出事。谁知道你要搞什么花样啊？峰哥，不是这样的啊，他其实……行了，你别说了啊，张安峰，我算看明白了。行，以后我要是再来柔道社啊，我是你儿子。峰哥，王虎，行行行，你们被人欺负了不知道反击吗？不是，峰哥，听我说，事情不是这样的。峰哥，听我讲，刚才是土豆是过来闹事的，是那个王虎帮助了我们。受伤这么重，快去医务室。把我放下来啊！我从此对你负责到底啊！走吧。喂，哎，干嘛？听话啊，乖。王虎，敢这样跟我单挑，你可以的。咱们东北人是重兄弟，讲义气，关键时刻顶上去。这个人难道是个白痴吗？来来来，可你三番五次用这种方式羞辱我，是想让所有人看我笑话？我为什么要道歉？这个男人怎么那么软弱？你有什么事可以冲我来？要不是有人告诉我道馆出事，谁知道你要搞什么花样？让你做了吗？你谁呀？你怎么那么啰嗦啊？都买饮料还想要怎样？我是不是给你脸了？不会说话赶紧滚犊子啊！这座我包了。兄弟，不好意思，今天是我误会你了，谢了。你说啥玩意儿？今天是我误会你了，对不起啊。今儿这串有点咸了。
上次和你说做代理社长的事，你考虑的怎么样啊？我是认真的。拉倒，我才不去你们柔道社。我之前都说过，我要再去柔道社，我就是你儿子。咋的？想骗我去，占我便宜啊？算了吧，我也不想强求。我看你啊，也没什么好教他们的。谁说没什么可教的？我都想好了。就你们这柔道社问题大，那一个一个的都一点都不爷们儿。我们东北老娘们都比你们爷们儿，你就是啊。我告诉你，我去了之后第一个星期，我就给他们整体一个规划，知道吗？那小手型，他那小阵仗都给你弄好。然后第二个星期上器械，你整个力量就起来了，你知道吧？你就请我喝一瓶可乐啊。然后我给你们整体一顿归拢。你知道归拢是啥意思吗？不知道。归拢就是东北词，东北话，然后就是把这个小鸡儿往一个地方走，你知道吗？让他往东，不敢往西。我说六，他不敢说七，是不是？我一到那儿，我就你这，你这打，对吧？那你也不行，你知道吗？他实在不行，你哎，这你知道吗？哇，看甄子丹看过没？大家听好了，我委托王虎暂时做我们柔道社代理社长。这段期间，大家绝对不能放松警惕，时刻记住我对你们的要求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好，向前任社长鞠躬。二鞠躬。三鞠躬。社长走好。社长走好。我上任给大家提的第一个要求啊，都把脚丫子给我洗一洗行不行啊？一个个酸鸡溜的，你我看见你跟那搓好几次了，你那脚丫子可不咋的。还有你，你别老抠，别老抠。你瞅啥？瞅你咋地？咋地就咋地，就瞅你。你瞅啥？瞅你咋地？爱咋咋地，天咋地，地咋地，爱咋咋地，你咋地？非常好啊！以这么短的时间内，大家能练到这种程度，可以说是 very good。但是你们欠缺一点气场，头敲碎，腿打折，肋巴扇子给你打骨折。这帮畜生，又来闹事啊！这位同学问了。什么叫做气场？气场就是你们一定要把下巴壳给我抬起来，眼睛瞪起来，用鼻孔看着对方，就像你们前任社长张文峰一样，嗷嗷的狠呢。哎，对对对，就是这种感觉，明白了吗？刚飞机啊，来的正好啊，一起来参加我们的男子汉训练，效果嗷嗷好啊。你为什么不按我方式给大家训练啊？哎呀，你们这帮队员吧，一个蔫了吧唧的，一点气场都没有。之前让人扔小橘子皮哈，都不敢反抗。我这在给你打地基呢，你不用谢我，我真正的训练还没开始。哎，你最近学习咋样？前任社长一路走好。你干啥呢？你这蔫不登挺有主意啊，咋的？真打算作弊啊？你不懂啊，我这是为了……行行行，别说是没用的，咋的？摔跤是最重要的。我们是柔道。行行行，柔道，咋的？你就不玩那柔道能死啊？你管好你自己啊，我有我自己的路。张文峰，我觉得你这人吧，平时小毛病挺多，但我敬重你还是个爷们儿。
老爷们儿能干弄虚作假的事啊？你什么都不懂就不要乱讲好不好？你根本就不懂我现在的处境啊。啥处境也不好使。我告诉你，作弊换来成绩那都是假成绩。你就好比你跟别人去柔道，你躺进一顿撕吧，结果最后人是故意输给你，假的，你最后啥心理感受啊？偷鸡摸狗换来成绩啊，到最后啊，你狗屁都不是。好好想想。张安峰，你别让我瞧不起你。贾博士，帮我把考试卷发一下。解散社团，治标不治。那你有什么想法？我记得张文峰身上现在应该已经背了不少处分吧。如果他刚好在犯一个什么大事，例如考试作弊，那就直接开除学籍。那正好，以免后患。可是以张文峰的个性，他应该不会作弊吧？他会的，他一定会。张安峰，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男人。快就交卷了，少废话，我怎么可能那种东西啊？瞅你现在德行，刚才还在那鼓着鼓着想照抄，那高科技的玩意儿给我看看。啥玩意儿？我张文峰作为新华中学最强的男人，怎么可能用这个作弊啊？哎，再投一个。哎，王虎，你明知道会被你爸搞死，还用这种方式提醒我，真的很够义气。哎呀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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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我咋把这事儿给忘了呢？
大家注意，考试已经结束了，现在要重新排位。我念到的名字进来选座位。张文峰、王虎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你们是我们班上的倒数第一名跟第二名，没有资格选择座位，由本主任来安排。张文峰，你坐最后一排最左边。王虎，你坐在前面。我是倒数第二啊，哎呀，东交白卷，我比他强。快去！哎，你说这给安排犄角旮旯呢，这差生咋好啊？好，现在按照正常的顺序，第一位韩梅梅，韩梅梅才刚刚转到我们学校就拿到第一名，各位同学要多向她学习。可以选座位了。好，收腿。啥意思啊？锁我是不是？闭嘴。韩妹妹啊，我提醒你一下啊，虽然没有明文规定，我们学生呢如果成绩好的话都会选第一排的黄金位置 C 位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？不是，贾主任，我学习已经很好了，况且我坐哪儿都 C 位，我得把最好的学习机会让给最需要的人。而且王虎他不懂事儿，交白卷也是我没有教育好，我有责任把他调教明白。家人你就甭管了，交给我就行了。好吧好吧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谁搁这不懂事儿了？说。我知道你是为我成绩好，你这么做我挺感动，但你坐这儿吧，我怕你是跟臭棋篓子下棋，越下越臭，我怕我影响你啊。可拉倒吧，你有个本事吗？第二位，沈佳怡，可以选座位了。安静，安静，沈佳怡。你也不选 C 位啊？啊，没关系，我坐这就好了。你干嘛啊？是我自己交白卷，跟你又没关系。你个乖乖女，跑到最后一排做什么？赶快走啦！你有没有礼貌啊？人家跑到你旁边帮助你学习，你不知道感恩吗？就你这样，那我同桌就不错了，知道不？还不赶紧谢谢人家？谢谢啊，贾布斯。坐你的位置吧。何十八，你怎么还在吃啊？好了，我好发飙，你是郭志远我。你爸做什么呢？他有考级哦。哦，教育投资。好，你坐第一排，你还没有发育好，不要让别人挡到你啊。李建刚。贾主任，我坐哪里？你呀、啊，后面去吧。黄延凯、罗小慧、吴淑莹、陈小恒、孙小梦、蔡又廷、吴昌良、卢一旺。大西洋寒流，太平洋影响着泰国、新加坡、印度尼西亚，土耳其比巴黎的少了一个塔。好好背。干啥玩意儿？这不都考完试了吗？盯那么紧。不是，你好意思吗？你跟后边那二傻，你俩考了零分，那早晚都不考啊。再说学习不是为了考试，所以选 C 哦。现在柔道社还在被封，那我先去管他去哪里种地啊？想去菜市场买就好了，莫名其妙出这一题。难道我作为新化中学最强的男人，毕业后还当菜农啊？可是
这就是地理知识啊，最含地理了。哎，你斯文一点，怎么跟我妹说话呢？关你屁事。佳怡啊，那个北回归线是多少度啊？是 A。叫谁妹呢？你妹呀、啊，你妹，你妹不就是我妹？你个闭嘴！快点，文明点，温良恭俭让我给谁讲？继续吗？随便。哦，那这一题呢？不会。容我吧，你这不正经的书我就快收了，下次再分神直接上圆规。那老娘们造孽。